哎呦，一下子就卡痰。Hello，好安静啊！今天有必须要听的东西。我想知道我怎么听我的歌。谢谢你的暖暖。可以直接听哦。今天的背景音乐决定就它了。今天去拍了宣传照，就是收工完了去拍了宣传照。就像风你，可是阴阳芬芳，自古以来三字经，女儿经。迷惑着你，花到凋落时间就要大绽放，就算都多少人放弃所有的心房，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成长，一心一意小心翼翼经营的家乡，别人抱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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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如果我不能尊重内心，请问凭什么要被别人爱上？女孩子如果没有自我，就像风里只有人造香气。自古以来他们说，他们说压抑着你，时间却要大绽放，就耶。这首歌就是接得太紧了。都这样成长，一心一意小心翼翼经营的家乡，爱像挣扎，让它爆炸，嘟嘟嘟嘟。今天是有点肿的，因为。是比较难受，今天已经比较难受。我知道粉碎所有的伪装，世界的幻想都这样生长，让我面对人生，勇敢去碰撞，勇敢去想，勇敢去爱上。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成长，一心一意小心翼翼经营的家乡，爱像挣扎，让它爆炸，嘟嘟嘟嘟。来微信了，我看一眼哦。第二首，烟雾里还未
散尽的朦胧，走进那扇门，熟悉的温存，有种冷冷冷冷冷的狂热，若是闭上眼，感受着迷人，身后的面容泡沫般的体温，脱下高跟飘在棉花糖顶端，迷迭香的气质也不及我半分，烟花般也困不住我们，灯红和酒味还有口红耀眼，好高不是录现场唱的话还是比较憋，下一段从副歌开始唱。我就是利用自己的平台给自己打歌。回荡的音乐在指尖沸腾，不是一个人，不止一个人，品尝着各种放大的青春，拥抱恍惚间不属于深沉，微醺后的面容泡沫般的体温，脱下高跟飘在棉花糖顶峰，迷迭香的气质也不及我半分，烟火漫游灯红和酒里还有口红耀眼，一圈一圈梦幻无存在浮现，刀尖的为我倾倒，呼吸快乐，享受享受这味道。午后，灯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地圈地转，梦幻无存在浮现。直到肩头为我熏到，呼吸快乐，享受享受这味道。呼吸快乐，呼吸快乐，享受这味道。真的好听，怎么这么好听啊？第三首。怎么又来微信？深沉人心，拥抱你，我愿承受荆棘，感受爱的亲密，我能陪你看海底的距离，我愿对话自己，用爱呼吸，今生而为鱼，陪你赴去每天深锁愁绪，多真爱你就不再归你，让我们我天地暖的邻居，霓虹的星星一生你眼睛就变成好高啊，我怎么唱上去的，怎么这么厉害哟、写着声音唱上去了，他他棒棒，月光倒映着你，好孤寂，希望永远为你吟唱爱情诗句，当你说割舍回忆没关系，哎跑掉了，嘿嘿，留在海域，多渴望爱绵延一世纪，怎能放弃命中注定的相遇，
牵手相依，爱永远浓郁。这边的唯一，总是我爱你就不再归离。好久不见，欢迎小后辈。哪个小后辈啊？你是谁啊？张志杰是 S 对吗？这一段我一度想换掉的，就是怎么今天群消息那么多嘞？我一度想换掉的，就想说换成一段日语或者韩语啊什么的。但是没来得及，就是也不是没来得及吧，就是没到处空来录。比方说，私、欸、不是这里，是吗？不是这里。假设啊，假设我如果说把它换成日语的话，実は私の心の中でずっと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会えなくて苦しいんです。会いたい。搞笑。就类似或者说韩语，或者说英语，反正我不会说法语。法语就有点像不不不。好了，打歌结束，就让它这么放着吧。不停敲打，给自己打吧，谢谢你的王冠。今天嘛，今天白天上午拍了，就是早上3点钟起床拍了一张，然后刚才去拍了宣传照，还拍了好多羞耻抖音，别提了，后期宣传的时候你们应该能看到的。搞笑，我自己从来不会拍这种。什么？
我也想当甜妹啊，吃甜品的阿妹啊。我说我不是这个 style 的，他们说你先拍着，我就拍了一遍。这很流行吗？就最近怎么流行这个的甜妹啊，吃甜品的阿妹啊。我希望他不会放出来，但是如果放出来也没有办法。太不容易了，我已经不是那个 style 的嘛。勇敢去爱上，对啊，我毕竟是本剧唯一浇花，今天还把唐小山气得够呛。我们两个永远是磕磕绊绊。老公，就因为他们看了我的 B50， 所以片场的小姐姐们都对我更好了。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本性就善良，所以才对我好的。哇，我好有磁性哦，这个唱的，怎么会这么有磁性的？天花板也困不住我们，还有孤鸿。全都为我倾倒，享受这味道。几成鱼，我们导演叫我几成鱼，然后一见我就想踹我，怎么了嘛？几成鱼这个人又不是我写的噻。因为继承于总是，我就不，本小姐宽宏大量，放过你，总是这样子的，跟我一点也不像，每天一秒入魂，然后就开始哼。跟我一模一样，本小姐宽宏大量，就放了你。你下次可不准这样了，要小心着点。我才不要！我有这样吗？我才没有这样哎！瞎讲，你们这群人瞎讲。呼吸快乐，享受这味道。二人转唱法，不要进退。
剧透，季承宇的人设不是都写了吗？现在因为我季承宇的刘海很少，所以每次剪刘海都剪中间这么几根，所以我杀青的时候应该可以中分了。因为两边都留长了，应该不会，不会用原音，应该都是配音，因为我在那个我的。口音，我的声音也不是大小姐声音，就是憨憨，就是很粗的那种。对的呀，包括珍妮，她的角色在剧中也在追我，因为我就跑，真的是，没有啦。其实季承宇没有多少戏份啊。只是他比较有特点，就是到任何时候都是哼哼哼，哼哼哼，不开心不开心，对。你说我声音粉，声音粉，那就支持我的单曲怎么样？反正也不要钱噻，多听听噻，捧捧场噻，是吧？兄弟，爸爸爱你，哇，这个有点，啥的？我觉得。我儿子爱我，谢谢。孙子爱我，谢谢。我发现我凑镜头好大，我得离远一点，但是我又看不清。因为我每次有夜戏的时候，第二天都是3点出工，不知道怎么拍。所以就会比较困。今天拍宣传照，我动用了我浑身的本领。动用了我这么多年偶像的积累，快速的把它搞完了。
的夏天，太阳伞下的那些故事，映着阳光温暖坚定你的脸，抬头仰望着天思无边，远方乌云阵阵开始搁浅，忽然碰撞并肩一瞬间，为何心间开始慢慢的纠结，现在我的归宿还有明天。为什么有点哑了呢？我的心意如何思念，是否能感觉，可能比较干燥吧，我皮肤都爆皮爆的不行了，可是我昨天在敷个面膜，我今天涂了厚厚的水乳，还是在爆皮。彼此间相约，牵着未知明天，感觉累了倦了的时候，你在就足够。有加湿器，走得慢一点点，幸福的画面，啊，那一个夏天，闭上眼享受着天黑，手里微风芬芳香水，我留在屋顶黄昏很美，每个剪影片像少了个谁，等自己被夜色包围，往事变得支离破碎，一声歌谣轰过一滴泪，有时也只是等一句安慰，放下吧，别害怕，美景和回忆会慢慢淡化，留在照片里的微笑啊，有一天我会带着泪花捧着它，继续吧，别挣扎，逞强的笑声会让心沙哑，有什么好念念不忘啊，眼泪终会唱着翅膀带我出发。好久不唱了，原来是这个词啊。等自己被夜色包围，
我还转了个音哦。厉害。慢灯花留在照片里的微笑啊，有一天我会你会碰着它。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就是有一种年少的我可以理解的洒脱，所以我特别喜欢。现在这个洒脱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有选择的，是可控制的类型范围的。成长了呀，章鱼哥。这个应该是熟悉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毕业的时候还在表演。为这首为旅行结尾，一瞬间我掉泪，为纪念品抢击谁眼前的你，许多年反日后反着今天，仿佛有你。太高了。月光下风微凉，爱在发芽，你微笑我拍照，连雨天也觉得美好。月光下风停了，爱还在呀，让时间就停在这一秒，风和夜伴着 forever。 这是校花校花几的时候呀？校花二。那笑话二我有唱歌吗？月光下风微凉，爱在发芽，你微笑我拍照，连雨天也觉得美好。风停了，爱还在呀，让时间啥哦，对哦， Be with you，当时那个病娇 rap，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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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虽然忘了词儿。哎呦，真的有。
你就是你的女人，我们交互。哦，是这个调。女人的话别再啰嗦，这种感觉有些冷漠，说说说没说出口，还在等 baby don't go。以后怎么改成这个样子了？回过头，I wanna be with you。 哇，这跟原歌一点儿也没关系啊，我还唱过这歌。明天自己的心把我掏空，想你去你 so be alright， 不管我去到哪里，我的心都在 alright。 我记得这里，别再啰嗦，这种感觉有些冷漠，说说说没说出口，还带着那些听到天以后， baby 再次释放你的温柔。回过头，回过头。真的跟不上，我完全忘了这首歌的存在。我还有什么歌？我怎么会放出这首歌？如雾般的长发划过面颊，我维持身上淡定和点朱砂，鲜艳却不浮夸。卡词。山水画。今天的路一下坚持说点哪里，因为只表演了一次嘛。方寸天下，这一份美景月，真实的恍如山中一个世界，美得让你无法拒绝。太高了，这首歌不行。这个只有默默可以一试。更加靠近鲜花。看呐看呐，别画出我手中的方寸天下。心细如发，我心要今生苦涩。千变万化，我记得这首歌我录的时候就是尽力唱到我没气的那一句为止，断开再接着唱。太高我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爆一个料，就是我其实亲你面试的时候唱的是这首歌，唱跳。
往事总是那么太过深刻，曾经受过的伤痛都忘记了，音乐盒还在播放着散发爱情魔力的主题歌、那个亲吻我还记得，甜蜜就这样留在嘴唇上了。远处的花火呢，虽然看不到了，却还能感受到快乐。情绪慢慢升空，音乐旋转着，拉过钩的约定呢，飞去哪里了？瞬间燃烧的梦，紧紧拉着不放手，拥抱着我。无论在何时，都会记住你给的温柔。跑调，什么调？当时就是边跳那个舞边唱。然后就过了，看来这首歌还是有点魔力的，有点力量在的，还是适合我的。却还能感受到快乐，将我了，白鸽也飞走了，双手拥抱的一切还傻笑着。我唱了好多好多歌哦，今天原来我们的沙漏是需要会员的。So,nothing gonna happen. 哎 ,wait a moment. 萱雅的新歌叫什么 ?I'm not cool 吗？没听过，哇，付费，我没登录啊，我一登录就要退出去了，那就先不听。哎，那 B 站怎么听啊？我也听在，哎呀，这 MV 我没看呢，露眼，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呀、啊！姐姐，哦，哦，哦，I'm not cool， 哇哦，哦，嗨起来，哇，哇，他这个辫子好酷。他这个辫子感觉能抽死我，但是就是打不到他自己。姐姐身材好好。
在羽毛里，呼啊呼啊。美瞳好漂亮，是我戴不了的款式。哦，嗯，什么？刚刚那个眼神？姐姐，你在诱惑我，但我没有证据。哦，美杜莎吗？哎，这是光脚吗？这是高筒皮靴，不是高筒皮袜。皮袜，这是一个新思路，不会流行起来吧？我有点驾驭不了。哇，太累了吧，这个。哇，这个舞蹈好中毒哦。You are so cool, 你。哦，你어떻게사랑해。原来这么好听啊！感觉会在很嗨的地方流行起来。最近还有什么 ？IU 的？哎，公开了吗？这是先行曲公开了吗？Let me see. Oh, me. 好漂亮哦！好漂亮哦！公主。公主，你在找什么？公主，你的衣服呢？哦 ，Link。哦，甜酷 girl。怎么戴墨镜也这么可爱？入境失败，建议您根据手机提示帮我联网哦。哦，我的天猫精灵突然说话。入境失败，建议您根据手机提示帮我联网哦。刘海假的，嗯，还好，放心了，放心了。哦，你没有刘海，更漂亮，头一爆。哇，裙子好漂亮哦。小精灵吗？我们呢？怎么了？为什么失落？怎么了？洒脱洒脱，
是吧？听着。看完了，还有啥吗？最近还有啥吗？花园舞曲，不用了。啊，我有一个可看的，我有一个可看的，虽然我已经看过了。Wait a minute， 이름이뭐지그노래없어왜없어왜요왜없냐고 왜사매요 왜사매요우리수진이수진이그솔로找不到叫什么수진아为什么뭐요래이거아이거맞죠부자这个嘛推荐特别屌你们发的是什么柠檬啊对不起我不看了
你们不会发了三首歌吧？抱歉，我比较迟钝。那看啥呀？我不想看花言无趣。会害羞。哎，我不想看自己的舞台。哎，说实话，我没有看爱的那个韩呢，韩怎么拼呢？HN 吗 ？No No No， 女娃的那首歌叫什么 ？HANN。我没有看 MV， 我只看了每一个舞台。啊。哎，不是这个。这个，哎，不是这个。啊、哦，火花！你怎么谁跟我说？哦，我搞错了，火花。嗯，看一看。这个怎么跳？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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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酷死了！Keep a body go， 啊！娃娃头。不进。莫塞克。The Mudio， 我记得是这个动作，它边牧，蓝色的美瞳，红色头发好绝。哦。哇，面纱好漂亮哦！小狐狸的表现力好棒！你好，适合齐刘海。哦，哦，哇，我一个，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一只？最近はね、突然日語。最近、最近はね、ゆきりの YouTube をよく見るんだ。柏木由紀、ゆきりんの YouTube、 YouTube よく見る。就是我有看伯母游记的 YouTube， 我觉得很怀念的感觉，因为他还是在团的算是成员嘛，还有会介绍一些握手会啊什么的内容嘛，就看说そっか类似。还有我们 Rosé 也马上有 solo debut 了，还没有吃饭，等会儿下了播去吃。哇哦！Thank you. 好啦，我们啊，最近我的妈呀，我看到了平手有李乃的舞台，とってもかっこいい。他跳男团舞架子真的好大哦，体力杠杠，感觉到了热血，感觉到了年轻的血液中的活力，不得了。又很帅，我不年轻了，我没有他那么年轻，至少在体力方面比不了，比不了。他那整首歌，我觉得他男伴舞都在喘，他硬是盯住了，就是说这个孩子。很能听，是呢是呢，我马上就我马上就办五十了 ，so don't say so much， OK， don't say so much， I don't want。Here, I don't want to listen. I won't listen to you, you know?
最近也没看什么别的，就也没什么时间看别的，就偶尔刷刷 B 站，就刷刷这些舞台啊什么的。然后有时间的话就去看了电影，对，就去看了，最近我还看了，反正最近的都看了，也没有，就看了一两部吧。对，因为不管怎么说电影还是要看的嘛。推荐一个那个啦，拆弹专家最好看。心灵奇旅就是还好，不在我的哭点上。小红花是前一段时间的去看了，哭的我又就缓不过来，我倒就是没想什么，我只是想到了一点，我觉得他虽然是讲了几个人身上发生的几件事，但是我想到就是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那种绝望也好，痛苦也好，面临的那种选择也好，面临着和父母的什么橘色苹果的问题嘛，类似的，就觉得很好哭。对啊，我房间就是很乱啊，没办法。你们是在哪里哭的？我知道是在电影院哭的，在哪个片段哭的。红烧牛肉饭啊，我倒觉得红烧牛肉饭那一段挺好的，挺好的。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比较难过吧。我就不多说我自己了吧，反正是哭了。对，男主很棒，女主也很棒。其实我是在独白那里哭的。好啦，不是最后一个片段，就是他告白之前。好了，我
直播累了，我有点想吃饭，所以我想去找点吃的，然后明天也不知道几点出工，就不搞得太晚了，好吧，拜拜。大家在用皇冠挽留我，好，3、2、1，我今天一定会成功，拜拜。